就是会让他觉得他可能并不是真心诚意的要到南部来为我们的乡亲服务嘛。那其实政治呢，就是讲究诚信的。如果说已经中间有这样的一段波折的话，我不晓得这样子我们就是以后哪一个是员该其他站台啊？因为这个其实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诚信是非常重要的。成功不必在我们大家应该要一起来支持我们的韩志伟，让他能够更有力量的做事，大家说好不好？好。成功不必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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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不必在我。我们大家应该要一起来支持我们的韩志伟。让他能够更有力量的做事，大家说好不好？好。